你跟我看书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我要跟我的朋友去玩，今天不可以跟你看书，明天好吗？好。你跟我看书可以吗？今天不可以，我要去跟老人家们走一走。为什么可以跟老人走一走，不可以跟我看书？今天是星期五，我星期五要跟老人家们走一走。明天是星期六，我可以跟你看书。你跟我看书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可以。大家不是要吃面吗？你一个人去玩。好。看，今天是小羊的生日，小马来了，小鸟来了。你们坐在这里，跟我来看书。我来跟你们看书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今天是小马、小羊跟小鸟的老师，他们要上课，我不可以跟你看书。明天好吗？好，我们明天看书。